咁啊，今日咧係我第一日咧一瞓醒翻工咧，就係做係局長嘅工作。咁啊，除咗套軍裝之後咧，係發覺原來自己咧都係可以好快適應嘅嚇。咁啊，首先咧要再次要感謝啊特首同埋係中央政府係俾個機會我咧喺保安局局長呢個位置入邊咧係服務市民。我亦都想趁呢個機會咧，係感謝啊李家超司長啊喺佢喺保安局擔任期間咧，係對於我係嘅指導。咁今日咧，我有機會嚟到參觀，係我哋係國家一個咧係探月嘅一個嘅展覽。咁啊睇完之後咧，係啊都有啲激動嘅。咁啊就係即係發覺我哋國家嘅科技嗰個進步咧，係啊其實係都係好犀利嘅。其實我哋國家除咗唔單止喺科技方面，包括係喺經濟方面啊，或者喺其他好多方面咧，都係非常進步嘅。咁我睇完之後咧，就覺得好感動，係覺得係我哋其實中國人咧，係真係應該為自己身為一個中國人咧，係驕傲的。